呀，在那给我怎么那么大声呀？就跟你一个想法，你妈就要听了，我没在心里。那你打算怎么弄啊？我打算就这样慢慢的，拿我楼咋过咋过，小花小，花个几百块钱。那我不行，这修修一样混下去了。你盖起来也就那么大个空间，你盖新的也就是当门高了点儿，当门高点儿我还不愿意了，也了上去下来的，一步就跳下去了。你高了两三三四步，你就梯子似的爬我当门。你当时怪容易，你能门口你不觉得够高的了？那功夫他就非要高，那高上去了，那怕够了，啥也上不去。今修理好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自己做个什么上的那，我自己不行，没下的。这样子几十块好像。那我来吃饭。今天实在也是没吃。我尝尝咸了不？咱吃饭哈，人家屋里有锅菜，你不来吃怎么着？有腌鱼。Thank you.